第七题，下列何者不遵守欧姆定律？哦，我们上课的时候，我们一般做的题目，什么电阻也好啦，或者是金属导线也好啦，都是遵守欧姆定律的。而我们上课有特别提到强调过，二级体是不遵守欧姆定律的。所以呢，第七的答案呢，我们要选的是 C， 二级体呢，不遵守欧姆定律。